亲爱的父，希望你今天可以让我们的婚礼顺利进行。In my darkest hour, 未来我会谨守神第一，再第二，继续带着雅萍读经祷告，参加教会。感谢上帝，2012年2月，我们认识了。当时的我不懂得怎么跟女生聊天，但是你没有因此嫌弃我。小时候的我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，不擅长跟人沟通。跟我生活了7年，你辛苦了。多年来你的静静守候取代了不浪漫不煽情，在求婚的时候紧张到拍手跟我说恭喜。真正的爱情如此平凡却又坚毅。Oh, it has a power. 伴郎礼，然后讲，从出国旅行到去加拿大游学，都是你拉着我认识朋友。如果没有你，我想我的人生会很孤单。雪弟的故事很多朋友都听过，但我还是想在此刻亲口对你说，老公，谢谢你。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爸妈，我再也不会遇到像你这么无私爱着我的人。谢谢你一直在这里，没有让我一个人。这辈子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不得有软弱无力的行为。不得有软弱无力哦。不会有。老板，新郎抱起我们这一位。猛男的。猛男，对，新娘抱，然后进去我们的新娘抱。哇！老婆我来了。老婆我来了。老婆我爱你。我们曾在加拿大度过很惨淡又美好的时光，此生我都不会忘记那个飘着大雪的夜晚。有一个人温柔强壮的臂膀搀扶着过度换气的我，举步维艰，那是永生难忘的一幕。好了，嗯，慢慢的。哎，那不行不行，要有点卡，可恶，要卡哪里？很刺激啊。好，谢谢爸爸妈妈可以把雅婷然后放心的交在我手上，然后就以后我会好好照顾她，不用怕她会对我很凶，没关系，我都很开心。对，我这样我爱很凶，不急啊，对，爱当处长比我们搞定。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30年来的养育之恩，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很含蓄、很内敛，然后不擅长说爱，
所以我想要在这个机会跟你们表达就是感谢，但不是一个拜别，所以爸爸谢谢你没有泼水，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女儿。爱情的结局从来都不是童话那样，公主王子从此幸福快乐。上帝在我们的爱情里应验了这一切。这一路上走来，处处充满考验，在一次次的困难里、信仰里，重新找到彼此，并且懂得珍惜，懂得相爱。曾经我以为的爱情都是肥皂剧，真正的爱情如此平凡又坚毅，真正的浪漫是一生守候的陪伴。Love, love never fails.